今天我们来看克萨拉汉克萨拉汉巴萨姆拉尤。Okay, 通常国语里面呢会有啊达达巴萨错误啦，伊摩汉错误啦，可以将我们一个一个来看。Okay, 克萨拉汉乌木。Okay, 第一个是阿亚蒙哈迪亚干阿德巴西卡巴鲁，跟阿亚蒙哈迪亚伊阿德巴西卡巴鲁。Okay, 为什么第一个句子会错呢？给蒙哈迪亚干，给因为弟弟是人，他不是礼物，所以蒙哈迪亚干是错的，所以应该是蒙哈迪亚伊。所以阿亚蒙哈迪亚伊阿德巴西卡巴鲁，所以这个句子错的是他的伊摩汉。给第二个，帕萨拉亚松格玛利亚，第二个句子也是帕萨拉亚松格玛利亚。给第一个句子错，第二个句子对。给这是。克萨拉汉 A 加案，所以这个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Okay, 接下去第三题 ，Ramai orang berada di kawasan lega. Ramai orang berada di ruang lega. Okay, 这个 lega 就是我们通常讲的 lobby 大厅，所以很多人在 lobby 那边待着，所以 kawasan lega 是不对的，正确来说是 ruang lega。所以这边就 kesalahan istilah 就是专用名词错误了。Okay, 接下去第四题 ，Mary berasal dari pada Hong Kong。Okay, Mary berasal dari Hong Kong。给华语翻译起来的话，都是说 Mary 是来自香港，但是在国语的话 ，dari pada 不可以用在地方名字，所以如果用在地方的话，我们要用 dari。所以 Mary berasal dari Hong Kong， 所以这个的错误就是 kesalahan tata bahasa。Okay, 所以同学们，这样的错误必须要谨记在心，千万不要犯这样的错。三三九宝贝们，你们都学会了吗？